在此，请允许我们荣幸地介绍基于 CompuSight 公司专利技术激光扫描细胞仪技术的定量影像细胞仪。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关键优势。在此，我们将比较 LSC 技术较其他技术的优势，如流式细胞素、照相成像技术和共聚焦成像技术，并且我们还将列举一些此技术在基于细胞和组织切片研究中的关键作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CompuSight LSC iGeneration 系列产品的主要功能。iGeneration 系列产品采用多激光光源配置，最多可加载三种不同波长激光来激发不同性能的荧光燃料。这些激光光束将随着振荡镜片所生成的扫描光束移动，并对样本进行扫描。来自样本的荧光信号被收集后输送到四个不同的光电倍增管中，每个光电倍增管检测一个特定波长的荧光。iGeneration 系列产品还可检测明场下样本对激光束的散射光，类似于 Nomosky 微分干涉比对成像。此外，它还检测激光的吸收情况，可用于定量检测光强度。这些散射光和吸收光图像可与荧光图像结合分析，从而丰富了对样本细节观察的途径。自动聚焦和自动上样可实现无人化操作。iGeneration 系列激光扫描细胞仪的主要技术优势在于它的全参数定量检测功能，它能将定量技术与成像技术完美结合，并可对不同的定义区域进行多样分析。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全定量信号，以及在细胞分析时它在荧光参数和激光吸收检测时的应用。通过 LSC 提供的对检测点的深度扫描，使全荧光定量检测成为可能，而共聚焦显微镜则是对检测点很浅的深度进行扫描来得到 C 轴图像。标准的荧光显微镜也是仅对检测点很浅的深度进行观测，特别是在使用高倍物镜时。然而 LSC 技术则是对样本中观测点整个 Z 轴方向荧光信号进行收集，而不是收集表层信号。细胞内定位或区分，使在细胞内定位信号所在位置成为可能，通常通过细胞核来定义细胞，然后定义围绕细胞核及核内的物质。在扫描组织时，则能提供细胞及非细胞物质的信息。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将此技术与成像结合。激光散射图可提供明场下的细胞以及组织的形态。因为荧光信号和激光吸收信号以及散射信号可被同时采集，由此可提供信息特别丰富的图像。LSC 技术能够定义任意多的虚拟通道，来同时采集荧光和光散射数据。无需依靠荧光，通过光散射以及光吸收信号也可精确划分样本。iGeneration 系列产品强大的适应性使它可检测各种类型的样本，根据各种实验方案或选择使用不同的样本载体。 iGeneration 系列产品可分析6-384孔的微孔板、标准的显微镜载玻片、微孔载玻片和培养皿。iGeneration 系列产品可分析许多种样本类型，其中包括粘附细胞、细胞旋叶、细针活检组织、组织切片、完整组织、组织微阵列，甚至是完整的生物体。iGeneration 系列产品的分析方案是由标准模块构成的，它可被直观图形化的排列应用，每个模块中的参数可以在相应的窗口中设定。系统所提供的大量方案模板可作为许多常规分析方案的起始点。在我们开始讨论 LSC 技术前，让我们简要比较一下 LSC 技术与其他细胞检测技术，如流式细胞素和照相及共聚焦成像技术。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瘤式与 LSC 各自的特点。瘤式细胞仪只能分析处于悬浮液中的细胞，可提供高通量大样本量分析，并能同时检测很多荧光参数。细胞可被物理分选，但它无法再对同一细胞进行第二次分析，此时影像细胞仪开始出现。 LSC 可分析细胞内的物质，也可分析组织结构中细胞的特性。 LSC 具有样本观察以及所有显微镜所具备的功能，可对单点进行多时段分析，并能分析各种类型的样本。照相成像往往使用高压汞灯作为光源，它能提供全波长激发光。绿光片转换器可在连续状态下采集多种荧光发射光。 LSC 可提供极好的定量检测技术，因为它能进行深度扫描，并可同时采集多个通道的数据，包括散射光和吸收光。散射光和吸收光两个信号可在无荧光信号的情况下识别细胞，并可增强荧光图像的细胞形态。稳定的激光激发和 PMT 提供了极高的检测灵敏度和超宽的检测范围。共聚焦成像可生成定制图形和做非信号定量分析，它的快速数据采集率使它可以有效进行时序动态分析。共聚焦显微镜可提供高空间分辨率的图像及 Z 轴断层扫描图，因为它的聚焦深度很浅，这些断层扫描图可进行组合。 LSC 的深度扫描可对组织微阵列和后实样本及细胞进行信号定量分析，它可高精度的扫描大范围区域。让我们了解一下，在一些关键分析中 LSC 技术是如何被应用的。我们将讨论如何直接检测细胞周期，以及各种在细胞周期基础上各种多参数检测、抗原表达的定量检测和免疫分型。其中许多检测可在活细胞和固定后的细胞以及组织上进行分析。许多 LSC 的应用与 LSC 精确检测细胞周期有关，它是通过直接检测 DNA 含量和染色制皱数来完成的。细胞周期定量分析信号可被展示在 DNA 含量直方图中，并显示 sub-G1、G1、G2 和 S 各期的细胞。数据被制成图表，通过 iBrowser 数据分析软件或第三方软件显示和做进一步分析。在特定群体中的特定细胞的图像可被采集并展示，从而可将各个细胞形态与具体数据联系起来。对于这种不同特征， LSC 通过深度扫描可对其进行精确定量。共聚焦成像时，按其设计原理对很薄的一个层面进行成像，如要获取定量信息，则需对 Z 轴各层面进行扫描并汇总，这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而处于分裂期的细胞会特征性的变得更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分裂期细胞的荧光进行采集，只有通过共聚焦成像技术。LSC 可捕获分裂期细胞全景深度的信号，因为 LSC 能捕获样本整个厚度中的荧光信号，如同瘤式细胞仪一样能够检测光束经过所产生的全部信号。iGeneration 系列产品支持对多个样本的自动分析和对比，例如对经过不同浓度的秋水酰胺处理96孔内的细胞做有丝分裂的检测。通过 DNA 含量直方图分析，可直观地看到 G2 期细胞明显增加。通过比较处理后样本和对照样本，药物的效果可直观地通过曲线来表示出来。由于使用单个燃料便能够进行细胞周期的检测，因此可使用其他燃料来定量分析其他指标。在本例中，经洗漱检处理后的细胞经磷酸化组蛋白抗体 HRAX 染色，它可显示出 DNA 双链的断裂点，可直接观察不同浓度下的洗漱检与细胞周期
以及 DNA 断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的有关细胞周期的联合试验可以开展。此处用实验化合物处理的 JACAD 细胞为例。HUST33342 用来检测 DNA 含量。MetalShift 染料用于探测线粒体膜电位。UPRO 染料检测包膜完整性。PI 染料检测核膜的完整性。使用 iBrowser 数据分析软件，可显示微板上每个微孔典型的图像，来直观观察药物的作用。十分有趣地发现，一些药物像 C1 和 CPT 具有抑制细胞聚集粘附的能力，这一点可通过对比样本中存在的自由细胞来观察。包膜通透性增加而使 UPRO 染色增加是细胞凋亡的特征。UPRO 染色密度由颜色的变化来表示，从绿色至红色至紫色，特别是药物 C 和 E 表现出明显的剂量与药剂的关系。从直方图可以看出这两种药物对细胞周期的影响。使用 iBrowser 数据分析软件中 Kolmogorov-Smirnov 的分析方法，可有效地显示出样本经不同浓度药物处理后 DNA 含量的差异。可观察到有些药物使 DNA 含量增加，而有些则使其下降。 iGeneration 系列 LSC 提供了专为分析组织切片和组织微阵列设计的工具。低分辨率的侦察扫描在大面积区域中进行筛选，随后对由预定方案所确定的目标区域进行精确扫描。高精度的扫描可定量分析这些区域内蛋白的表达。如同前面介绍的， iGeneration 系列产品可以定量分析荧光及化学染料染色。在本例中展示了一些小老鼠淋巴组织切片，这些切片首先经 ALEX-488 标记 CD4 抗体和 ALEX-563 标记 CD25 抗体染色，随后经苏木精和曙红染料染色。在蓝色矩形框内曙红染料染色阳性的区域做高精度扫描。此定量分析数据是对本图中所示区域做高精度扫描所产生的。蓝色着色是苏木精染色，绿色、橙色和红色着色则是自发荧光和曙红染色。定量光吸收信号用以校准自发荧光。iGeneration 系列产品另一个应用是病理组织切片的自动分析，在药物研发领域及临床研究领域。HER2-牛染色乳腺癌样本经 LSC 和病理积分分析的相关性自动分析与 HER2-牛基因 FISH 探针结果一致。在最近的一次 CBR 研究所召开的交流会上，哈佛医学院生物医药研究所的 David Hadley 博士谈论使用荧光成像技术来监测肿瘤分子治疗。让我们来简要听一下 David Hadley 博士的观点。 Another issue that we are partway towards trying to address is the problem of quantification. For many molecular agents, quantification is needed either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target, to see whether it is worth treating a patient with a drug, or for pharmacodynamic effect. We don't just simply say, is it there, or is it not there? It's how much is there. Flow cytometry is usually excellent for quantification.Slide-based techniques such as immunohistochemistry are simpler to do, but immunofluorescence has a reputation of being more quantitative. I just wanted to show some data from my lab that was published a few years ago, where we did actually address how we quantitate when we measure fluorescent signaling on cryostat sections. This is actually a patient with cervical cancer. Frozen sections 3 microns thick,were stained with glutathione using a histochemical stain that produces this special mercury orange, which is a nice red stain. Then we took it on a cryostat, cut a second 5 micron section, and processed it for glutathione measurement using a very sensitive HPLC technique. If we integrate the fluorescence on our image analysis systems, and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same parallel section,
measure glutathione as millimoles using an HPLC technique, how close do the two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result is surprisingly good. So at least for this particular application, you would have confidence that we are actually measuring the amount rather than just the relative amount. Now, I don't know how to quantify antibody binding in fluorescence so that we can approximate millimoles of antigen per slide. If we could even start talking about moving towards that, it would have major benefit for what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in biomarkers. Hadley 博士对抗原表达定量分析的愿望可由 LSC 来达成。一个前列腺组织微阵列样本由 CD10 染色后经 DAB 显色扫描图形并获得定量信息，在这些直方图定义的区域内采集的数据经 iBrowser 数据分析软件分析，分析结果可输出并由第三方软件如 Excel 制成图示。免疫分型是在流式细胞仪上广泛开展的项目，可对单个细胞同时分析多个指标。有时免疫分型在流式细胞仪上也难以进行，特别是当只有很少数量的细胞供染色时，而这种情况往往会在非血性样本中遇到，如细针穿刺样本。 LSC 技术能完全适应各种免疫分型的分析方案，并在使用一定的设备情况下可实现自动分析。来自 Lake Forest 医院的 Richard Kletch 博士开创了使用 iGeneration 系列产品 LSC 技术在微矢载波片上进行免疫分型分析。结合 LSC 技术与 Kletch 载波片，便可对其他系统上难以分析的样本进行免疫分型实验。因为分析过程中仅需要少量细胞，使细针穿刺样本可以使用，从而降低了对活检组织的需求。因为细胞被粘附在载波片上，样本在免疫分型后可被重复染色并被重新分析，如 DNA 含量检测、 FISH 探针检测和胞浆内抗原检测，只需要少量试剂，所以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LSC 分析的结果与流式细胞仪分析的结果很相似。我们已经介绍了Compucyte 公司的 iGeneration 系列激光扫描细胞仪系统提供的对荧光信号和化学燃料信号的全参数定量分析，以及对光吸收和光散射信号的成像。结合其在样本类型、样本载体和检测方案方面的超强的灵活性， iGeneration 系列激光扫描细胞仪是理想的细胞学和组织学分析的工具，它可被重点应用于细胞周期分析、 DNA 含量分析、抗原的表达和免疫分型分析。细胞周期分析可轻松地与其他分析项目相结合，如凋亡分析、迁移分析、细胞活性分析和膜电位分析。 iGeneration 系列激光扫描细胞仪是定量和成像影像仪的完美结合体。